一代没有合作剧情啊。副官上线，晚安，行政官。我会为你整理最近发生的事件。由于神族摧毁了乔萨拉殖民地，联邦境内的交通运输量因此大幅成长，联邦为此提升了边境地带的治安层级，看来这个殖民地也会遭到封锁。有个联邦的加密讯息在您用餐时传来，现在为您重播。你好，行政官，我是埃德蒙·杜克将军，隶属于联邦治安部队阿尔法中队。联邦已经隔离了整座行星，我们会在48小时内实施封锁。你必须把殖民地的重要居民移动到外围的荒地上。我想，这些安排不会有任何问题。通讯结束，我联络了当地的警长吉姆·雷诺，雷诺会在半路上和你的人碰头，并且护送他们到荒地上的据点。好 ，Go。简报结束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摇滚的时候到了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我们会被派来这片荒地。联邦那群人以为自己可以这样随便使唤人吗？雷诺。一代的雷诺是光头。我是这里的警长吉姆·雷诺。一代的雷诺是光头，而且他不是陆战队，他是。指挥官。他是那个步鹰车，步鹰车。收到，你准备好就说一声吧。待命状，你准备好就说一声吧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金矿部族，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有没有音乐、啊？待命状，收到，赞了。听起来不错，收到，赞呐！你准备好就说一声吧。没问题，赞了。听起来不错，收到，收到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没问题，听起来不错，收到，赞了。听起来不错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听起来不错，收到，没问题。我是雷诺，我是雷诺，我收到了。吉姆·雷诺，收到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做成素材的权利。听起来不错，收到，没问题。赞了。收到，你准备好就说一声吧。没问题，赞了。没问题，赞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听起来不错，收到，没问题。哎，你们知道那个拖？下令吧，指挥官。这个拖运车没有那么好甩的，这是有技巧的。他不是你 AD 吧，他就会射哎、欸。你要面对他才有办法射、欸。你看我这样就射不出来，有没有？你看就射不出来。我 AD 吧是射不出来，你要面对他才可以射。没问题。赞了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真是别闹了，太专业了。那里不能盖东西，那里不能盖东西。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下令吧，指挥官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赞了。任务完成。听起来不错。在这座建筑中可以训练步兵单位，例如陆战队。收到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赞了。听起来不错。没问题。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谁的指挥？马上就去，长官。不能盖东西。下令吧，指挥官。听起来不错。赞了。
收到，没问题，听起来不错。一代不能调难度，所以它都是 one size 的，你知道吗？没问题，完成，赞了。听起来不错。有听过再小的鸟也不放过。可以射击吗？谁的长官？我来报道了。哇，我知道调肉卷。下令吧，指挥官。听起来不错。再大的鸟也装得下。指挥官。就是在形容星海一的剧情。指挥官，听起来不错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谁的长官？那里不能盖东西。了解，收到命令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我改，我改乐剑了。你准备好就说。这个乐剑是，哎，你太不人性了吧。收到。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我是雷诺。赞了，没问题。听起来不错。厉害吗，小子？赞了，听起来不错。任务完成到，没问题。赞了，我是雷诺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你准备好就说一声吧。星海二玩星海一的剧情。不太公平，你知道吗？迹象太强了。